爱的朋友，我是国民健康署副署长尤丽慧。我这边要呼吁妇女朋友们，为了你自己的健康，多爱自己一点，请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健康吃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快乐动，第三就是定期的接受健康检查。让我们 Running for Hope， 希望你在为你而跑。